好，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呢，第一句就被来当骨架，对不对？然后第二句呢，第二句就拿来当形容词使用。来，我们看一下哦，有没有？这是第二句啊。你看老师用粉红色帮你做了一个注记哦，第二句又整串拿下来哦。可是各位有没有发现有个差别的地方？最大的地方就是这个 pretty woman 不会再用了。这个 pretty woman 呢，就变成一个单字，就是冠带，就变成冠带。所以你看，它是跟它有关系，因为它们就是同样的一两个字啊。这个 who 就变成the pretty woman，在这边拿下来，被拿下来的时候，它不会整个拿下来，然后变成一个字了。先行词是人，那冠带就填 who，这样可以哈。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句子。他说呢，the pretty woman 啊，这个漂亮的女生，她是主词，也是先行词。然后各位可以看到，冠带要变成 who 哦，好，去影响她哈，它是跟她有关系的，它就要当做一个超级大形容词。所以呢，the pretty woman who is surrounded by 后面就照抄了，后面就是第二句照抄，who 改一下而已哈，所以改成 who is surrounded by many people at the airport？你看，中文会翻译成在机场被许多人环绕的。好，然后这个漂亮女生，再来主词是单数，所以动词用单数。Is a famous singer，她是一个很有名的歌手。好，再来我们看第二题，第二题的合并句呢？他说第一句，Many people watch the man and the dog，很多人都在看着这个男孩跟这只狗。好，这个男孩跟这只狗是我们的先行词。好，那这个男孩跟这只狗呢？他们现在在当时 dance，他们跳舞跳得 happily 很快乐，在一起。好，这是第二句。好，那各位可以看一下，我们会把第一句当做呢，第一句当做架构，第二句拿来当形容词。所以我们会先写第一句，许多人在欣赏着这个一起开心跳舞的。这个一起开心跳舞的，就是第二句来当，好，第二句来当这个形容词，然后来修饰这个男子跟狗。好，我们可以怎么写？我们就写许多人在欣赏。来，我们看一下，你看主词是 many people watch，很多人在欣赏，欣赏着什么？欣赏着这个 the man and the dog，这个男子跟狗。然后这个男子跟狗怎么样？来，透过后面这个关系子句，that dance happily together，他们一起跳舞，他们一起跳舞的。好，这是第二句，用这个第二句来当形容词，往前修饰。好，那各位有没有发现这个 the man and the dog 这个先行词？这个先行词同时有人，还有加上动物。同时有人跟动物当做先行词的时候，冠带只有一个唯一的答案哦，冠带只有 that，没有其他答案了。好，所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题目，就是 Many people watch the man and the dog. The man and the dog that dance happily together. The man and the dog that danced happily together. 好，留意这个 that，只有一个答案，修饰前面的这个那些跳舞跳得很快乐的男人跟狗，大家都在看着他。好，所以这里只有一个答案哦，啊，因为这个先行词是同时有人又有动物，就只有 that。可是呢，我们刚刚前面看到的那个漂亮的女生，来，各位可以看到这个漂亮的女生，你看这个女生呢，这个女生她是先行词，对，她是先行词是人，所以这里你可以填 who，你也可以另外一个答案啊，你也可以填 that，可以填 that。好，所以冠带呢？如果只有一个是人的时候，就是 who 跟 which；如果是物体的时候，如果是物品，哎，如果是物品的时候，只有单独物品的时候，就是 which 跟 that。好，接下来老师继续往下讲第三题。第三题在考这个 so that 翻译成如此以至于，那这个句型的重点就是看动词。如果动词是一般动词，来中间填的是副词；如果动词是连缀动词或 be 动词，来中间的 so that 填的是形容词。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题哦。好，第一题呢，That all the people covered their ear was so terrible Alice singing。来，这个一定是当主词，好，因为这个 Alice 是大写。好，所以我们看它的答案是 Alice。Alice singing voice，Alice 的唱歌的声音是如此的，was so terrible，啊，是如此的怎么样，以至于怎么样。我们的 Alice 的歌喉啊，她的 singing voice 唱歌的声音是如此的 terrible，这么的可怕，以至于呢，all the people cover their ear。什么叫 cover their ear？就盖住耳朵，大家就把自己的耳朵给盖住，因为她的声音实在是太可怕了。好，你看这个是 be 动词，中间填的是形容词。对不对？好，我们看第二题、第四题呢？第四题这里有个 run around。